友日前发文透露疑似接到了诈骗电话，而且差点就相信对方了。他表示前几天接到一通自称是计程车车队客服打来的电话，告知他透过官网预约了车子，想跟他确认订单。由于他一直都使用 APP 叫车，从来没用过网站，而且先前预定的行程已经搭完了，就开始起了疑心。自称是客服的小姐表示订单是隔天就要用车，因此凌晨12点过后就会自动扣款11500元，对方可以帮忙线上取消订单，但会先传讯息给他，再请他点击讯息里的取消选项。对此 Apple 仅淡定表示不需要寄简讯，他会请银行停止所有扣款。虽然对客服说了这些话，但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么做是否行得通。紧张的等到晚上12点后，发现根本没有被扣款，才惊觉真的是诈骗电话，因此提醒众人要小心提防这种新型的诈骗手法。Bye.